咁譬如比亞迪咁樣啦，咁都係真係龍頭嚟嘅。不過入場費始終比較貴。譬如話啊，如果都係想留意嗰個電動車相關股份，譬如理想啊、小鵬啊，你又覺得投資者可唔可以留意一下咧？其實，咁咧就啊，如果你話兩隻股份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咁就可能理想汽車咧，咁就咧相對上個即係因為有一個個嘅價格嘅定位上都係咧比小鵬係低少少嘅咁啊，咁啊即係不論係一個實際價格上面咧，或者咧喺嗰個市漲率方面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其實咧就咧理想汽車咧就咧相對上就會係吸引啲嘅，咁啊不過咧就稍微留意翻咧就係咧介乎咧就120蚊去到125蚊之間咧，就可能個阻力就會比較上係大一啲，咁啊咧謹慎啲嘅投資者咧可以考慮翻就係咧喺呢一個嘅啊108蚊以下先至部署入場啦，咁如果進取嘅投資者咧，咁啊可以咧現價嚟到去吸納咯，咁啊大概咧就係咧上落翻就係120去到125蚊呢一啲嘅位置嘅。